隶书的笔划吧，我们基本都写了。我今天再总结一下，好不好？咱们在这。好，总之隶书的笔划是比较简单的啊，就一个捺，一个捺和心勾有点那个难一点儿。好，好，咱们今天再总结一下一横的写法。有一个一横的写法非常简单，就是普普通通的长横，是不是啊？都没人回答我的话，就是逆风起笔，然后很平常的一横，就这样，对吧？那么。还可以写成像枣核形的，也是逆风起笔，也是这样啊，也是逆风起笔。那么比较最像隶书的呢，我们就自己感觉就是蚕头燕尾，对吧？哎，蚕头，然后。燕尾，这是，然后是左撇，左撇，左撇，然后是捺。那还有一个是写心字儿的，嗯，是往上写心字儿的，嗯，再有是。这个像鹅似的，就叫扶额钩。这个钩有点像鹅似的，对吧？然后是左挑钩，左边来的，嗯，左边。啊，左挑钩。然后是右边，总起来就是这几个笔划。
我们下面上次写的什么字了？教的都不知道，忘了，有点忘了。写哪个字了？大家说一。看字写完了，上次写拜年的拜，对，对了，写了上次写了去世，然后考年书拜，对吧？我们下面接着写。我今天我就把这个隶书的这几个特别的勾我给大家说一遍啊，就是特别笔划，对吗？你们没事儿就练练笔划，在练习字的同时呢，没事儿呢就练练笔划。要想字写得好呢，就是每个单笔的笔划要写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今天又都写一遍啊，大家没事儿就练练这笔划。好，我们下面开始学。上面我们学了去世，就是去世 go 寺庙是 temple 对吧，然后考试的考年书拜。我没有看到大家的那个作业，可能是你们上课前写给我的吧，我还没看到。我这次回去看啊。我们下面写下面的字，写下。下很简单。一横。嗯。一横起笔。哦、oh, ，sorry， 看不清吧？再来一遍啊！逆风，然后这笔，然后开始来到这地方，这都是平的，不是那什么的啊，平的。然后压这个角，压出来一个的。然后呢，在它终点写一竖。哎，那么这一点呢，在这点写的很漂亮，应该是这样的点儿。哎，是这样的一个点儿就没了，挺漂亮的。好，大家写一个，我先摁一下音。好，这下。你们都学过英文，下是用英文怎么说呀？知道吧？没有人会吗？下不是 down 吗？对不对？这是我这个写的下是。篆书的下，老师，你把它立起来，我们看不懂。可以啊，看不懂。这个下会，那个隶书不会。啊，那个你说的是那个篆书的下呀，它也其实就是有个勾而已。就这笔上中间有一个勾而已，弯弯，有个弯的，哎，然后一点儿。哦，我再写一遍好吗？
这个就这个篆书的下一笔是横，对吧？很横云的，然后这笔呢就下往下，完了就是这样一个勾，然后一下，然后再底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就中间有这么一个弯弯就行。谢谢老师。好，不客气。这个大家都能写挺好吧？好，哪个同学写完了？给我看一看好吗？好，那我把镜头打开，我看一看。好，佩妮盼。写的挺好，好的，我看见了。谢谢老师。啊，小梅写的挺好，小梅我也看到了。没把那个镜头打开，我就能看到你的。安利，啊，安利，我看见了，写的挺好。安利的，嗯的嗯嗯的嗯，邓，姓邓。是吧？这个 P 是谁的呢？我看没，初老师的没看见，小梅的看见了。等，好，我们下面接着学啊。这个下很简单，我们下面学个井字，井字两横两竖，第一横呢要短一点，第一横要短一些，啊，也是逆风起笔，然后短一点，这横呢两头都要除过来，对吧？这横长就是写。就像今天咱们开头老师上课前写的那个，哎，这样，再来一遍啊，逆风起笔，然后压笔，哎，两头你叫这头出多少，这头也叫它出多少，然后上。嗯，这个就是左撇，哎，左这就是右，它这个不太多，就这个啊，就这样直的就行，这个左边这个就像上课前我写的这个
左边就是这个，是这个。左边就是这么样写的，右边的就是直的。井，英文就是 well。古老的篆字也很简单，就是上下两横写的平平的就行。井 ，well， 井。好，我看见楚老师那个镜头还不太看不清，镜头正好挡住了，往你的胸那边写，哎，就那个镜头就好，哎，对，要不然我就看不见。安里我看得清楚。张富秀，我看不见，他就在底下你的那个你的写的字。你哎，对对对对，再往上点，再往上点，你还没又低下来了，往上点，你的哎，好好好，再往上一点，再往上，我现在看见绿色的了，好好，你这样写我就看见了，对。你用绿色的纸写的是吧？好，我们写下一个井，写完了写人行道的行，人行道的行，那么也是左边左边这个不太突出，我好像，能看见我写的字吗？就主要是那个聚焦不是我。哎，好。然后第二撇呢，哎，就宽一点。第一撇平点第二撇平点。然后写竖呢，是在它的这一点，你看啊，不要像我们中间，不要写我们这样写中间，要是在它的前头这点，然后，这样，好啊，沾点墨，看第一笔这样了，第二笔也是这样，对吧？都很正常，然后这笔。这是源头啊，这笔向右来，然后
展开它的燕尾，这是左边完了，右边呢，这一边也是这样，逆风起笔，哎，逆风起笔，哎，就这样，和这边差不多，差不多的长短就行，嗯。然后这个和它一平的，哎，蚕头燕尾。这个那燕尾，然后在它这地方写一竖，底下是圆的，哎，就是这样，行，人行道的行，嗯，我这个有点阴。对，一撇，再一撇，比它宽点儿，再有一撇，对吧？这再有一撇，就更宽了。然后这面是和它相对应的是横，逆风起笔的横，然后蚕头燕尾。蚕头燕尾在这点儿啊，对的，蚕头燕尾，然后再一竖，哎，这个竖不要扯，这个竖吧是圆形的竖，不要是像那个鼠尾巴似的有尖儿了就不好了啊。老师立起来给我们看一下。好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哎，要不然真看不见，是不是？真是，那学习好困难呢。这个都是一样的，嗯，这个。啊，总是写的不好，你看到吗？你看，我不知道写的时候压他那一逼的时候，好像压下来的时候上面就有一个娃娃，所以不能压不下来，没有像你那么压的那么好看。你写的不错，挺好，我看见。就是你这个燕尾这个地方，我压的时候，我看你像压的，当然你是老师，我就压的时候好像就是说你不听话。嗯，没事儿。你压的可以，你就是那个以后再练练，哪笔不好，你再把那笔单独练一下就会了。轻了，这个没轻。嗯。这是行，行走，就代表 walk， go 的意思。行，嗯。
老师看看我的。谁的？安利的吗？行，挺好，安利的我看见了。啊，小梅的，我就是在那个他的那个写字台上我就看见了，挺好。我是 Jenny 老师，我的可以吗？我是 Jenny 猪。Jenny 啊，我等一会儿啊，我得是挪一下这个视频。嗯，放出来。艾丽，处老师我看见了，写挺好，挺好了。潘老师的 ，Jenny 潘。我看看，好，写的挺好。还是安利我看见了也。还有谁没看见？我这动物都看，哎呦。好，不错。张富秀必须得给我看，我才能看见。你那写看不见。好。我们下面写下，咱们写了下行井，再写个神，神州的神，嗯，神州的神呢，就这它有一个那什么，左边是一个四谱，这个很简单啊，我在这写啊。一小短横，然后这个呢一小长横，同学们你们看这面的长的比它长一点点，对吧？这面就长的多，哎，你不要是写的均匀两头一样，哎，然后这个呢是在这里相当于在这小的这个中心写这一竖这竖，哎，然后左边，哎，就像刚才我们学的那个，就这点啊，然后右边这个长一点，哎，也是宽一点，这个视谱就写完了啊。我这也是音，跟你们那一样，也是音。哎，这面是一个身字，竖横。完了折它，你看就是比较，哎，往里头掐一下似的，好像是它不像楷书，它是掐一下这样。完了横对吧，然后是一竖，它的差不多这个比它稍长一点点，差不多，嗯，神，阴的了不得。我再来一遍啊，搁这写，上面的一小横是短横，然后啊，短横，底下这长横，对吧？要这面离得近。比它长不，对，这面离得远，对啊，然后在这它的中间的地方写一竖，然后这样，对吧？这样，四谱，基本四谱都是这样，哎，然后下面。这两个差不多，这面面稍比它长一点点，但也没长太多，啊，就是神。老师有燕尾吗？在哪一横有燕尾？有没有燕尾？这个很有很少的燕尾在这儿，撇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个哦，就是那个是吧？那就是这个。哎、哦，不能太大的燕尾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四谱，太大的燕尾就是把它中心弄错了，就这个，嗯，这就是燕尾，这样的，两头对的，这面也是宽过来的，
是 God 神，外国人遇的什么事说 My God， 就像咱们说哎呀妈呀，咱们要反正就是北方人，在中国北方人卡跟他说哎呀妈呀，就叫一下妈，他的是 My God。请老师立起来好不好？谢谢。不用谢，我都看着你们写的了啊，不错，小梅写的我都看见了，嗯，啊，这个也挺好，嗯，看见了，因为放在镜头下面我就能看见。好，潘老师，哎，挺好，不错。这是谁的呢？就是 Gallery View， 我看不出，我只能看见你的脸，看不见你写的，你那个镜头再往上一点，这个不行，老师。喂，我听见喊我了。老师，看看我的。看见你的了，你立起来了，神，你挺好。老师，看看我的。我没看到你的啊，好，你拿起来我就看到了，挺好。是的，视谱不错，还有那个祝春华写的也挺好，都看啊、嗯。好，我们这个写完了，我们就可以。Go to next。 我们先下面一个啊，下面是子丑寅卯的卯字，嗯。没看见我的呀，这样啊，对，宽地撇宽窄宽，然后这个提左边弯，哎，左弯这个。
然后这面是这样，它是从上到下有点，哎，不完全是直的，有一点度数的，哎，就是一看啊，这是有点度，从上面到下面有点度数，这个啊，它，然后这个竖那个这写，有点不直，有点不直，稍稍往下弯一点，这两点是一边大的，哎，这样啊，再啊，逆风起笔，尖头，这面是宽大的，这样一个宽大的呀，然后这个是这样勾，左撇右勾，然后在这弯弯的，像这个，这个要使出它的，要使出它的特征，对吧？使出它的特征就在这儿。完这个呢是向下，它是向下来的，哎，有点像立刀似的，然后一竖，对，卯，子丑寅卯的卯。第一笔很轻盈的放在，第二笔对吧？从这点来，哎，往前走，然后这样，这个很大，这个第三笔。第三笔，看着啊，第四笔，这样，这里头就这块能看出来了。隶书，然后这个左提这个看出来了，像这面就是很一般了。这是再立一下好不好？再立一下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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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它剪下来的立啊，要歪的。这个卯，卯时，咱们看《红楼梦》是卯时，哎，卯时点卯，就是这个时间就是五点到七点，卯时，一般早晨起来上班，五点到七点，哎，就基本是七点钟的时候，卯时点卯，七点之前就到。就过去说的他一点也不认真工作，就是点来了，就是点卯，点卯就是签到一下，过签个到他就完了走了，就说他不认真工作，点卯就是这个词。老师这个字没有燕尾哈、哦、这个燕尾就这个燕尾我这个写的好像不太清楚，这个燕尾就是这个。老师那个第二笔画呢是从左到右还是右到左？我再写一下，好，同学们再看一看。有的时候燕尾吧，不叫它除，它水墨蘸多了它就出来了。有的时候叫想叫它除挺费劲还。那第一笔看了啊，刚才第一笔在这儿，第一笔，哎，
这是从尖儿完了到这有这么一个，对吧？这笔，那么看出来啊，这笔这样。然后第二笔呢，就是从竖，然后这个啊，哎，到这儿，到这儿，然后往下，向左边这面撇，撇这点到这儿，这是燕尾，撇，像没头一笔浓多，因为浓到这儿就没有了。结果你想写宽大的时候，就得重复了，就不好。实际上是也这样。这第三笔啊，第四笔呢和它对着来的，对着来，哎，这样拐过来，拐到这儿来，然后一竖。这个没有尾巴，就是粗粗的就行，就这个和它一边粗应该，就这，这样，这是竖，但是怎么的，我都写完一照的，那么难看呢？我再写一下啊，这个。再写一下啊，一，对吧？然后二，这都阴的很厉害。嗯，这笔就这么下来就行，然后这个稍稍一出头，这是这些卯，只是时间的，看的意思，好，张富秀写的挺好，小梅写了，我看见了，安利蛋的嗯邓邓邓安利，哎，这也挺好。老师，我的可以吗？你是谁？是秋。秋啊，处，你是七秋秋啊？你姓秋啊？秋啊 ，C H U 秋。嗯，秋，朱春华的挺好。不是，是朱。我吃无处好像拼出来，我怎么
有没有看到我的？我看到了，初老师的看到了。嗯，然后和潘妮，潘妮潘，你俩都并列的，我看见了。还有令，好，也看到了。好，看到了，写挺好。现在妹，妹，你有那背景，有时候挡着，不出来，嗯。张凤秀写的毛写的挺好的，安黎德恩邓老师写的也不错，挺好，能在这个镜头里的看的不错的就相当好了，因为我自己感觉到写的完了一照的可难看呢，不容易我们，老师等一下你会不会发到群里去啊 ？OK， 我会的，谢谢。嗯，咱们再看最后一个字，今天啊，就不要练。最后一个字呢，它是竖心旁。你看竖心旁，竖心古代写竖心旁吧，就这样写。古代写竖心旁就这样写，写成这样。那么这是。古代的就是金文呢、还甲骨文呢，就是这样写竖心儿，对吧？我们在进到隶书了，他写竖心儿呢就是这样。我们还是从第二笔写起，一个长竖写起，对吧？然后他这里头左边呢是这样，对吧？右边呢是。比它长啊、然后在这个上头来，对吧？这个就这，这就是一个竖心儿。我们现在写竖心儿不就这么写吗？对不对？那么他现在就这样啊、看着啊，第一笔先把这竖写非常立正，非常好，然后写这么一个长长的，完。在它上面三分之一左右的地方写，左边是一个这样，右边呢也是这样，但是比它长，这头再过来，这个要长长的，这些都要细，然后这面写一个什么呀？撇，立人，然后。这样的楷书，那么他要写成什么样呢？他要写成，首先写他的字头，他像个鸟似的，对吧？这样的一个鸟，这头宽一点，长一点，这短一点，对吧？然后写一竖，这竖和他差不多，比他短点，这面长，然后是一横，然后是一横。两横，等会有四，对吧？四横，然后这个点在这一竖。有的呢，就是这个有的呢，这个有点那个蚕头燕尾的意思，没有也差不多，就是啊。好，我再写一遍啊。首先一竖，长长的一竖。像天安门的华表是长长的高高的，对吧？然后左边是这样，右边是这样，往上，这个是高高的在起，这是一个，然后这面是撇，这样的雀字头，这样的雀字头，然后一竖写一定要写
直横下面同共包括头一横是三横，最后的横呢有一点燕尾的意思。然后那么有的作家写字呢，把这个有的夸张了，把它整燕尾，你有点没有就拉倒，就这样。实际上它很好写的啊，就这个竖，我再来一遍啊，竖，然后这个左边右边，哎，就这样，我立起来给大家看啊。这个字怎么念呢？唯，唯呀、啊，嗯，是唯一的唯，唯 only， 唯这个念。唯呀、啊。嗯，对，唯，就代表就这么一个的意思，唯一的唯。唯有的唯啊，嗯的，我们在汉字中把它和口字旁的都通用了，实际是这么，是不是是竖心旁，不是口字旁，它俩还有所区别，它也表示仅仅就这一个，仅仅你是唯一的人，对不对？就是那样，嗯。这种产品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只有这样的一种，叫唯一。嗯，小鹿老师，哎，我要关了。啊，天。